拿着什么唱歌？这是什么地方？看看桌上的数字排列，少了什么数字？这是什么？以下哪一种东西在这个水果摊上买不到？数数看有几颗糖果。他在那里做什么？哪一样东西可以用来擦干桌上的水？看得出是在庆祝什么节日吗？哪一只动物有棕色的毛？蓝色的车子后面是什么颜色的车？他用什么工具扫落叶？哪一辆车在最前面？